那个。这就是毛毛老师说的那个是吧？弄了一个假山是吧？你这里啊？那我们点一个水煮扇面，然后他还炒了一个什么腰片，火爆腰片，那就这两个好了。外面那个招牌上写着，这个鸡仔面，尖椒鸡仔面好像是售罄就没了，它可能每天的是有限量你太好笑了。